却又如此捉摸不定，还是想靠近暗自的前夕，引起你注意，不假掩饰的小情绪，透露爱的讯息，说喜欢你变到有点腻，其实真的只想说明我的在意，被你扎染过的风都变甜了，心脏还要怎么负荷你的笑呢，被你自然化的梦醒不来了，幸福哪怕多点曲折，牵你的手依然是我，依然是我，告诉我，他们四个竟然在看电视剧。嗯，你说他们四个怎么能行呢？哎，嘘，管他们呢，今晚只有你、我、月亮，还有共眠。宝贝，喝一杯吧。点外卖。欢欢，没有鱼了，随便吃什么都行。好，泡面，啤酒，肯德基，川菜。你说他们四个这样僵持着，会吃饭吗？哎。宝贝，你放心吧，他们四个成年人，一个富二代，一个小富婆，难道还怕他们僵持不成吗？嗯，也是啊。嗯。干杯！酒足饭饱，让我们开启下一轮的过瘾活动吧。
夜十二点，秘密接头，地点海边，单独行动。敌方尚未撤退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如何出发？不可轻举妄动。不动。有点困了，回去了。行吧，我今天也就在这儿睡了，晚安梁城。那我再喝点，还没看完呢。我还是第一次和男生一起出来看月亮。我也是第一次，第一次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月亮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美酒配靓仔，干杯！干杯！文文说她最讨厌暧昧，那我们这是什么？我们这不就是暧昧吗？不行不行，不能让文文讨厌我，那我要怎么办？表白吗？那欢欢万一不喜欢我，我岂不是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欢欢了？不行不行，不能让欢欢讨厌我，我又不想被拒绝，我该怎么办？你酒量行不行啊？你喝这么快，你别一会儿又让我给你弄回去啊！怎么可能？小看我。
欢欢，你觉得今天晚上的月亮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看吗？为什么？我喜欢你。又来！喂，乔一白，喂，就不能等我答应了你再倒吗？忍住，忍住，坚持住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去让他这么躺一晚上，不会感冒生病吧？算了，我管他干嘛呀？关我什么事儿？感冒活该！哎，算了算了。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。哎，欢欢，乔一白，乔一白，喂，睡在一起啊！为什么我会跟你睡在一起啊？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和你睡在一起？我还纳闷你为什么和我睡在一起呢。
陶一白他们呢？雨欢呢？王八蛋，昨晚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俩干嘛那么早起床？不去睡觉吗？睡觉。啊？哎，别管了。欢欢呢？怎么还不下来？你们有谁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玉欢还在睡觉。你们昨天都干嘛了？为什么还在睡觉？他太累了。你昨晚对玉欢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会累？还有他为什么昨晚在你房间睡的觉？那你昨天晚上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为什么会在你怀里醒过来？啊，梁成。你昨天对罗茜，乔一白，你们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某些人敢做不敢当，算什么男人？反正我是没做什么，不过有些人好像有点做贼心虚哦。心好累啊！再也不参加团体游了。早知道我俩自己蜜月行就好了。年轻人真好。欢欢，乔一白，没事儿，回去帮你劝劝他。放心，我们欢爷才没有那么小气。就算是不原谅，也是偶尔。孙宇，我说，上去了。走了。草莓下周要举办一个配音比赛，你要不要参加？同一天，飓风网也正好举办一个校园记者短视频大赛，两者时间会有冲突，你好好考虑到底参加哪一个。怎么办？我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。这个阶段，我们应该对女性主义做一个总结。什么是女性主义呢？女性主义就是她呀，她又称女权。妇女解放是只为结束性别主义。怎么了，欢爷？性还在为乔一白发愁呢？压迫，促进女性阶级平等，发愁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。哎，梁梁，我问你啊，我现在有两个比赛摆在我面前，我必须得选一个。一个是 YY 的配音大赛，一个是你们飓风网的新闻记者短视频大赛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哪一个？会选短视频大赛吗？
两种地方。我才不会选短视频呢，逃都来不及。你还是想想再做决定吧。在婚恋、家庭和情感生活中探索与男性的关系，寻求女性的自身价值，探索女性精神和灵魂自由。本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新时期。女性主义。心情怎么不高兴啊？最近是不是谁惹你生气了？别说了，前两天碰到一个渣男，可把我气死啊。渣男啊？你叫我？啊，渣男怎么回事啊？配完再跟你说吧。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你是否，你是否早就知道我已经失忆了？欢欢，你先等等，先休息一下，你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别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。好。今天晚上这场剧情非常重要，沈长欢对秦秀又爱又恨，确实有点难把握，你慢慢来啊，别着急。你先想想，现实中有没有让你又爱又恨的人？现实中又爱又恨的人，乔一白啊！我对那个傻子不就是这样的感情吗？秦修，你回答我。你是否早已知道我恢复了记忆？我本以为可以自欺欺人的过一辈子，可谎言终究还是谎言。乔一白，你干嘛呢？乔一白，宿舍吧。不回宿舍，今天还要太仔细呢。啊，欢欢，欢欢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欢欢。你听我解释，其实我回去吧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欢欢，欢欢，怎么了？欢欢生这么大气？乔一白他骗我，他就是玉白公子。啊，乔一白是玉白？那你岂不是美死了？你这哪边啊？我当然是你这边了啊！我生气的是，他明明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告诉我的，
但他就是不说。这个确实是他做的不对，那万一他有其他什么原因呢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原谅玉白公子？再说吧。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生气不好看。笑一个，笑，笑一个嘛，笑一个，笑一个嘛。好了，演员已经就位了，那我们开始试戏吧。先是男主的戏，乔一白你先来吧。嗯。公子的眼睛长得真好看。将军若是喜欢，挖下来拿走便是。因为长在你身上才好看，我若挖了下来，它便失去了灵气，我要它有何用？可惜啊，如此好看的眼睛，却始终不愿意看我。要杀要剐，悉随尊便，无需多言。看，下一位。公子这双眼睛长得真是好看，这双眼睛是因为你的才好看。黄花，我若是挖了下来，它便没了灵气，我要它又有何用？学姐，我一会儿回去再看看剧本，哪些地方需要改的。好的。一看，真是可惜。公子就这么厌恶我？那主角的戏试完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我自然不在意，若要小心。但是公子的厌恶。真是叫我好生难过呢。看什么呢？长欢初见公子时，公子上手还是大人。邢川这个角色非我莫属，多戏份多料啊。你想，到时候那些小妹妹全都拜倒在我的帝王印之下，你啊就好好追欢欢就好了，可别抢我风头。还是此时的你，即使身不由己，嘿，雨欢。哎，你今天没练球啊？那当然，还是送美女回家比较重要嘛。哎呀，我逗你呢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CUBI 要开始了，我要去外地打比赛了，可能很久都不能送你回家了。那你可得好好加油啊，拿冠军回来。雨欢。那个我饿了。哎，孙宇这小子真能吃啊，一天吃了四顿饭，我一口都没吃，还真能吃。能吃。雨欢。那个我洗衣机好像没关。你不是住的宿舍吗？哦，是吗？那肯定是关了对吧。雨欢，我喜欢狗，你喜欢吗？我也喜欢。啊，好。雨欢，我喜欢。南华站到了。哎，老娘，我到了。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。哎，刚你早点回去啊，明儿见。哎，雨欢。真的要去吗？你去多久啊？我会想你的。我也舍不得你啊，宝贝。干脆我不去了，留在这里陪你好不好？不行，你得去，你还有比赛呢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吃东西啊，别饿到自己，知道吗？亲亲。哎，依人姐。
咱们这个《定长欢》那本能不能稍微改的欢快一点？现在有点悲伤，可以吗？我想想。好，好，开心。我的在意被你沾染过的风都变甜了，心脏还要怎么负荷你的笑呢？被你刺扰过的梦醒不来了。我也会努力的。喜欢从背后抱着